今天真是摊上事儿了，现在我们被困在东拿山的这个脚下，兵哥的车，他的右前轴漏油了。说是这个油如果漏光了的话，这个右前轴会直接爆死。我们现在离目的地总共县城还有50公里，然后呢，这个地儿属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想想办法。开着拖挂房车去西藏，今天我们的行程是从如美到左贡，走着。其实房车走318的这个旅行啊，一天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是比较合适的，因为等你走上这条路，你就会发现这条路大部分都在30到40的这个限速，所以你也跑不快，而且呢，前面的路会越来越窄，从一开始的双向单车道，变成现在看起来好像只像单行道一样的非常窄的路段，会车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在左贡。今天的这一段路线上，我们面临的一个小挑战，就是海拔5000的东达山。翻过了东达山，我们也就到达左贡。经过了之前的道路的种种历练和蹂躏，现在已经对前面的路无所畏惧，充满信心，走着。相信很多想要来西藏自驾的朋友呢，会关心一个温度问题，就是要来西藏这边玩的话，5、6月份该带什么样的衣服？那我的建议呢，是全部带上，一年四季的。因为从前面的视频可以看到，前两天我们在新都桥镇下了2天到3天的雨啊，就连续下，那个温度很低，我们穿的都是很厚的冬天的衣服。但是刚刚过了2、3天的时间啊，现在的温度已经上升到了正向31度，超级热，就那个紫外线晒得整个人都觉得，哎呀，就容易中暑。所以要来这边玩的话，即使是5、6月份，也要把春秋的，然后冬夏的都带上。前面刚说了什么无畏前路啦，什么经过了前面的蹂躏和历练，然后呢，我们走了差不多10分钟的样子，我就被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。今天的这个路又给我上了。今天这个路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你看着这个路好像挺平的，然后冷不丁给你来几个炮弹坑，然后你就发现你的车跳起来了。哎，还是有点害怕，而且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这个盘山路，就是所谓的 U 型弯、发卡弯。这些发卡弯呢，因为大车它可能下山的时候急速的刹车啊，把这个路面给搓起来，搓起来之后就形成了很深的一些炮弹坑啊。本身就是回头弯不好走，再加上炮弹坑，我觉得这是对驾驶技术和对车的双重考验。大家看啊，这就是我们一直要走的路。路并不宽，但是旁边就是悬崖峭壁和万丈深渊，错车也是非常的困难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就得停下车，让对方慢慢过去。大家看到这个崖壁了吗？就是这样的啊。我们想起个航拍，但是这个实在是太考验驾驶技术，就算了。斌哥，来下去。一起啊！我就先不帮你拍屁股了，我特别的上半腰的，左边看着好高啊，不敢那个大意的认真的开车，我先不帮你拍屁股了。我现在整个都不敢往左边看，不敢往悬崖边上看，我只盯着前方走。斌哥害怕了，确实有点可怕啊！我们现在是走在悬崖边上，这个车的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啊。我倒是敢盯着下面看，但是我还是专心看路。主要有一些段路没有这个护栏儿。对，你看现在前面都没有，现在前面都没有，你就感觉要冲出去了。对啊，我的天，这得及时拐弯。我现在就是挂的手动二档，让它发动机限速，因为这一路都是下坡了啊。我们刚翻过山顶，现在海拔是多少？3870。3870的海拔。旁边就是万丈深渊，这种体验我觉得就可以了，一生一次也就够了。第二次我还琢磨琢磨。特别可怕是吧？你坐在副驾，你感觉到了？
我觉得有些路段我也能感觉到，但是我相信你那个位置肯定更可怕，因为你直接能看到悬崖下面。对呀、啊，主要是这个路窄，这个路根本就不是什么双向单车道的那个标准的宽度，错车都得停车然后再错车，太要命了。这个错车好难啊，这个大车把道都占了，让他先过吧，我们只剩一小点了，感觉不太够的样子。哇塞，看这个距离，我的天哪，来咱们也慢慢往前挪。感觉要冲出去了！我天！哇，底下可是悬崖呀！哦呀，怎么弯这么多呀？什么时候能下山啊？没有下山，没有下山，就一直在山上。今天全天的路大致都是这样。太累了，看起来比较累，因为得高度紧张，高度集中注意力。我估计兵哥一个人更可怕，我真想抱抱兵哥。现在我们车突然停住了，就是因为我们被困住了，在上坡的地方。我们在僵持着，为什么？牛哥也不动。为什么这个牛不动啊？我们也不敢动。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卡的。他不动了，低也没用是吗？对，哎，他要走。哎，他要走。兵哥说啥？快走啊，小牛。兵哥后面也被困住了是吗？看不到他。看不到的。好，谢谢你的让路啊。兵哥是不是也困住了？大家看啊，现在外面的温度显示是47度，啊，太热了。然后我的车呢，水温也高了，报警了。水温高了，啊，水温高了，等一会儿。是不是得熄火啊？让它冷一会儿。歇会儿。我们把车在路边停下了，水温高了，你歇一会儿吧。丁哥，你车怎么了？搬走，球套。漏油吗？对，这还挺严重的。哎呦呵，甩的全是，你看。是，应该是那个叫，这应该是叫扳轴吧，叫什么？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？哎呀，我再查一会儿。